如果没有拿手菜，这个外婆菜炒肉你一定要学会。蒜苔切成小丁丁，锅中油热下肉丁，炒出油汁，然后倒入蒜苔，调味只需要加生抽和蚝油，倒入外婆菜，大火一直炒，能闻到梅菜扣肉的香味就可以出锅了，既好吃又下饭，能给个红心支持一下吗？谢谢了。